大家好，我是 Edmond Landhunter， 专业地皮买卖超过八年的经验。世界这么大，人口一直增加，发展也越来越快，可是地皮却越来越少。正所谓卖一片就少一片，所以懂得利用地皮和发挥，肯定是最终的大赢家。我的地皮师傅父亲已经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在地皮买卖，在这八年我自己本身也成家大小超过100多片的地皮。除了卖地，我本身也是个买家，所以当然当我介绍地皮，我一定会以买家的思维和判断给买家建议。当然我同时也是个地主，所以当顾客委托我卖他们的地，我也会很公平的和他们分析和议价。所以在我这里没有卖不出的地皮，只有卖不出的价钱。买地卖地，找 Edmond Landhunter。